2019年春节，战旗人把节日的欢乐和喜庆都写在了脸上。我们花了800多万，不到1000万，但是外头人给我们估计的好几千万。因为我们这次算的成本，买的材料，我们的工人，我们的只给工钱。走在游园人群中的高德敏，心情是轻松愉悦的。哎呀，很多沟沟坎坎，很多艰难险滩，也这个很辛苦，但是很充实，付出很多，收获的还是不少。植根于川西平原之上，地处都江堰首灌之地。这个掩映在雾霭之中，散发着豆瓣浓香的村庄，在习总书记到访后，走进了全国人民的视野。这个突然出现的战旗村，和其他的村庄既有相似之处，似乎又完全不同。这种现象引起了远在北京的温铁军的关注。挑中的是战旗村这个模式，这是个什么模式呢？这是一个当年，也就是说在60、70年代的时候，这个村自建立之初就是一个艰苦奋斗的典型。那个时候无论是水利建设还是其他的农田基本建设啊，那它都是典型。那后来种养结合，既种庄稼又养猪，然后再进一步的发展社会企业，它是每一步都是典型。也就是说它是一贯先进的村，不是这几年因为某一种机会而发展起来的村。其实温老师啊，是我非常仰慕的一位三农专家，早就耳闻他的大名，但是一直就没有见过面，相会不认识。温铁军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他被称为中国的三农专家，源自于他大学毕业后扎根农村10几年的体验，也源自于他近20年走遍大江南北，对中国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的研究和高屋建瓴的思考。他的论著《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等，具有广泛的影响。所以我们当时来的时候，到我第一次来这个成都市的同志带着我去看这个点儿，要在这开个全国性的大会。这样，那要想开这个全国性大会呢，就要看这个点儿。一看这儿确实一二三产融合，种植业也有，这个服务业也有，旅游业也什么都有，它是一个多业态融合的这么一个典型。那在这个地方，你看到就是要在这儿开这个会，要在这儿这个地方适合，也就有了这个进入战旗村的缘分。这又正好是2018年、19年中央的发展战略，这么一个，所以这个战旗村我对他的认识呢，是他跟中央的乡村振兴战略融合，跟这个农业供给侧改革融合，跟我们要推进的城市的市民与农村的农民互相之间交流融合，变成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也有机的碰在一起了。温铁军研究战旗村的兴趣越来越浓，他不仅仅想要寻找战旗村发展的密码，他更想听一听战旗当家人高德敏讲述的故事。2019年6月，四川战旗乡村振兴培训学院邀请温铁军为学院首席专家，成立温铁军工作室，同时以高德敏为代表成立了高德敏工作室。于是温铁军带着他的团队来到了战旗，走进了四川战旗乡村振兴培训学院，开始零距离接触战旗，也开始和高德敏有了更多的面对面的交流。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这个两个工作室在这儿是很重要的，高书记这个工作室呢，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提供他们自己的发展经验的，我们这个工作室呢，很大程度上把它理论化的，其实就是我们的研究是深深的植根于战旗村的这个发展过程的
这个土壤之中的。我请教文老师，他给我们巴西嘛这些招，我也把我们村上的情况跟文老师做介绍，让他们对我们的发展规划提息建议意见。文老师对我们的村上的很多做法给予了一些充分的肯定，对我们一些不足的地方也提出了比较严肃的批评意见。吃租哈，就是你要看谁愿意付这个租金，大家都在吃租，但是你的客户的资源，你的客户的层次就决定你能吃租的层次。对，第一是非常有助于他的集体经济的能力的提升的，治理能力不仅仅是集体经济能力，而且是治理能力提升。是啊，然后进一步是提升了他集体经济的经营能力。工作室成立后，在董小丹的带领下，团队成员在一年的时间里努力工作。好吗？说好吗？我们开会喽。现在的书稿呢，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共分成五篇，就是前面第一篇是有一个核心逻辑，然后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是两站齐发展的三个阶段，然后第四篇是专题研究，有四个案例，第五篇是战旗精神。他们从中国里的战旗和战旗里的中国两个视角出发，对战旗村几十年的发展经历进行了深度的调查研究，形成了几十万字的解读战旗文稿。他下午期他这样跟我说，他说我们这盘出了这个 A 版书，在八大的出版社出版，他说上面他跟他学生说也要加两个温铁军工作室、高丹明工作室，他说哎，但是你就要提供很多材料，你要再把你的压箱底的东西拿出来。我操！两个工作室成立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战旗村在以高德敏为代表的两位班子的带领下持续发展，温铁军工作室也在不断收获着新的研究成果。理论和实践两条平行延伸的线，期待再一次的交汇和碰撞，深度的对话呼之欲出。高德敏书记是个大聪明人，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按说我比他岁数大，他五十多岁，我快七十了，这人太聪明了。他讲的每一个故事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可以用于课堂教学的案例。战旗村也曾经是一个已经把各种各样的有价值的资源完全承包出去，接近于完成私有化的这么一个村，他怎么历经几代书记不断的努力，又使得他的资源重新回归到集体的手里，提高了集体代表全体村民对外谈判的地位。当我们谈产业化、村文化，我说这个比较这个不好搞的时候，文老师对你要看到问题就对了。他说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现代化不一定都发得成，往往你去走搞不好就走死，一定要小心。说这样我觉得他是我从我的实践中的观察中啊，确实很多在农业上栽跟头的，所以说文老师说的这是大实话，我觉得他是非常接地气的。2020年8月27日上午，一场关于如何发展集体经济的专题讲座在四川战旗乡村振兴培训学院开讲。8月28日上午9点，温铁军走进四川战旗乡村振兴培训学院的乡村会客厅，对话的帷幕正式拉开。在将近三个小时的对话中，温铁军以事实为依据，以精辟的理论诠释战旗精神。高德敏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生动讲述战旗故事。那我们今天看战旗村，这个战旗村现在的一片升平景象，人们过着小康的生活，很幸福。这个幸福是从奋斗来的，所以战旗村呢是一个农民去奋斗创造他们的幸福生活的典型。
这是战旗村有全国意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内涵。我们体会到了战旗村通过了一种伟大斗争的奋斗过程，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所以具有相当鲜明的典型性。我听了很多你讲的故事，深有感触。要知道，农民广泛参与的基层干部引导农民啊实现自主发展权的，这是这个目标，一定是通过伟大斗争才实现的。这个战旗村是1964年成立的，1964年，因为我刚刚可能还不到一岁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从原来的解放以后成立一个金星村，金星村里头又分的战旗，那么现在我们又活到金星，又跟金星村活了，活成战旗，所以说九分必合，合久必分。因为我们的小时候的哈，我的心目中的战旗，特别战旗人，总之就一人，很忙。那么再大一点了，就听到村上一个口号，叫做要让我们的沟端不止填方正，竖成行，要调田，把调整得很规矩，能够用基根，那样子才是新农村。那叫做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对对对对。大体上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1968年全国兴起了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对对对对。农业学大寨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想你应该才刚，上小学。刚上小学，所以就有点急。那个年代就是你刚才说的田成方，树成行，把水渠采完取直啊，对对对，很大程度上是增加了可耕种的土地面积，一个增加，提高了粮食的产量，方便灌溉，也方便用这个林木呢来形成防风啊、防虫啊，对对对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它全国都完成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水浇地的面积就在那个年代啊，60-70年代的时候，从原来灌溉面积20%左右上升到40%几，灌水和不灌水，这个地的产量呢能达到40%到70%的变化。所以就那个就是在60-70年代，中国大体上形成了粮食基本上自给有余的这么一种状况。这就是你们那个年代，就是大人连孩子都不顾了，把孩子放在田头，然后自己去大搞农田水利建设。那个建设，那个奋斗，那确实就是一场伟大的斗争。你们作为见证人和当事人，我想你大概7-8岁以后，你们可能就得参加了。我们参加就是参加劳动嘛，参加了大概10岁左右。10岁左右。像你们这一代人，你们的初心，产生于你最初参加劳动的那个时候的记忆。每个人都有这个所谓的初心，对吧？那他在哪儿？你们就在你们从小参加的那些劳动里边，尤其是在你从小办劳动力开始挣工分，你现在一说就是我那时候挣2毛钱，很清楚啊。你这个小办劳动力到底是值多少？但如果你按今天算，大家就可以算账了。我难道只值2毛钱吗？那我可能是4毛钱。可能是3毛钱，对吧？按当时的价格算，那你没挣到的那个在哪儿呢？就在集体积累里边，和你们现在去恢复啊、重构集体经济的这个做法啊，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对，我们修沟哈，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都江堰的第一板水，是我们金华灌区，所以我们水渠相当多。啥子叫第一板水？也是都江堰下来第一个灌溉灌区，哎，第一灌区。都江堰下来第一灌区，用郫都下来才是其他的，才这样走。得都江堰之利啊，所以地利你们先有。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水这个水系是比较好的，一直是旱涝保收，主要是我们这一区，所以当时我们就是先修沟，然后修调田。那个时候又没得钱，不见现在大家都好多钱，哪个企业出来就是。村上当之不豪宅生，大家来明天修哪个，我们当时没得钱的话，就是今天修这条路，今年明年修那条路，今年修那条路，一年年完成。因为你修沟修路它还是有季节性的，你不能你夏天家来下大雨你修路，它都是挑秋冬季节，或者春一定是夏天就啥不干，夏天就不能修那些，夏天就总之就搞这些事情。所以说当时的话
这个然后过了就是我们打搬民兵，搬民兵的时候我们就利用民兵来搞劳动生产。我们那个提示就是在平时的话就是我们这些没得事的时候就搞训练，搞训练也是秋冬季节，就是没得农闲的嘛，就训练嘛，农忙的时候就抓生产嘛，民兵。而且我们民兵呢，全村的民兵结合起来只要十来分钟时间。当时我们老书记，我们有几个书记都当过民兵的样子，所以说我那个小我就只有跟着看他们结合。所以当时武装部的就包括军区啊，对我们这评价都比较高，也打了很多奖。十分钟能把所有劳动力结合起来，这个用这个壮劳动力的这个民兵连哈，你们的书记都是民兵连连长，用他们去参加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他的那个劳动强度、劳动的效果都比一般的可能要高。这是啊，那因为他都是军事化的建制嘛，对，一声令下，大家必须表现得像战士一样。对对对，这个就应该说用这种方式呢，去搞农田水利改造、搞道路修建啊等等，那显然比一般的没有这种方式的地方呢，效率要高。那这是直接的效果哈，你还有个派生的效果，就是因为你们把得了好多那个奖状啊、锦旗啊，对吧？你们得到了很好的荣誉，那军区也重视，武装部也重视，他们就帮你们发展了这个机砖厂。82年初，我们也开始办农副产品加工，就是豆瓣儿。82年办豆瓣儿厂，出豆瓣儿、酱油、醋、酒。因为这才是我们强项，你要办砖厂啊，你要办其他都是我们都是弱项，因为我们这儿缺乏那个技术人才，你没得那种技术人才。但是你刚才说这个办砖厂这故事，打牙祭还吃点肉，这其实也是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因为啥呢？按说办工业，按照城里办工业的方式，一个劳动力进这个工厂，他必须是除了工资之外，还要给他建立社保啊、医保啊、养老啊、失业啊各种各样的这些开支。但在我们农村没有。那个时候我们是这样子，你在这儿专程就做活了，派你去做计工分儿，对，是的，回生产队分粮食，是就结了。这就是农村工业化乡镇企业发展的秘密，他不全额支付你工资，他不支付工资的。按说从农业劳动力转变为工业劳动力，它的收入是倍加的，它有很大的增量，但这个增量被谁占有了呢？被村集体，它让你回生产队计工分，它到年终结算的时候，大队向生产队呢做一点现金分配，你的劳动就体现在那个分配，那个分配呢又是分给全体社员的，又不是只分配给你的，所以你的好处什么呢？在砖厂干活有个搭个雅集，搭雅集，所以那就是对你们已经有很大吸引力了。你说当时是个半大劳动力，你对这个打雅集这事儿你已经是很刺激了。所以你们看啊，这个激励这件事儿，在农村工业发展过程中为什么这么快就起来了？你说大家看一般的在城市里边，你要想搞一个工厂，你得费多大的成本？但在我们农村上个机砖厂、上个复合肥厂、上你说的那些利用我本村的农产品，我就上了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加工厂，这些成本极低，自己本村的房子呀、本村的劳动力啊，它最大的刺激就是搭个雅集嘛。所以用这种方式很大程度上是把你们的进入工业化的成本大幅度降低了。这其实是我当年有本书哈、就写解读苏南工业的时候讲到这个道理，为什么农村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不像西方那样那么血腥、那么强的这种好像人剥削人、资本压迫劳动，它表现不出来。为什么呢？就像你刚才讲这个故事，你们的那个对你的刺激就是打个牙祭，就是吃点肉。你愿意上砖厂去干活，就是干到该吃肉的时候呢，你能凑合吃上一口。所以那个其他的劳动你都是自愿去就支付了。我们现在的村里边讲三智合一，什么是最高呢？德智最高。我们是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手段，德智为引领。对老人我们历来有孝道文化，那就是干最苦最重的活的人可以打牙祭，再就是到敬老院的老人可以打牙祭。它体现的是咱们这个村庄内部的分配是一种合理的
大家认可的分配，而不是那种教科书上讲的哈，你干多少活你一定得拿到你这个这部分，不，这部分被集体拿走了，其中有一部分分给老人了，大家没意见，因为谁都会老嘛。对，所以我们才说法治为手段，德治才是引领。没有这套体系呢，我们是干不成，比如说我们这个机砖厂怎么能够这么快就发展起来，我们这些农副产品加工怎么就这么快就发展起来，然后接着就进入复合肥厂，这个乡村工业的这样一个渐次的发展过程在我们这儿被缩短了，就这个时间啊被迅速的缩短，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边，我们就不仅有了一般的这种农业的这种灌溉条件，然后形成了比较高的产出，然后这个种养业都发展人均一头猪，这个年代60、70年代的时候这样发展的，接着进入叫农村工业化，集体经济就得到了工业的收益，就形成了更高的分配能力了，大家也就生活就改善了。这个过程很少被我们今天的人放到教科书里去把它啊把它描述出来。您这今天的这个虽然说的比较简单，但是它确实把我们当年就历史上没有被人们写入教科书，形成一代一代传承记忆的这些知识，把这些知识点补充出来了，很重要。走在前列，起好示范，四川战旗乡村振兴培训学院欢迎您。